于是体育冠军遇到省队主力。双方是否有差距呢？这场焦点之战却能够取胜。蓝西服的洪敬凯来自中国台北。获得过 WTT U17 的男单冠军。而洪敬凯的对手是李科磊，代表中山梦泽队出战。李科磊是广东省队的主力选手，2630的开出网积分。最终停在前面，弹进两条直线。洪敬凯的防守非常硬朗。这一分的李科磊已经占据了主动。弹内球抢攻后，正手的连续。在防守顶住一板后，果断侧身。正手不断迎前。李科磊的弱点率先调动开了，打两边的牵制。面对拆网的意外球，李科磊的处理非常老道冷静。把球领得很壮很顶，靠近底线。一旦拆网后，出的节奏变了，不太好发力。李科磊的进攻线路非常清晰。防守的弱点跟得很紧。最后是李科磊3-2取胜。